家好，欢迎嚟到 PS 轻松。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一只自旧年初初以嚟就好多人期待嘅呢样产品，就系呢个官方 MPS 授权嘅玩具 MPS 今日。大家睇到啦，三只颜色：黑色、三色同绿色。咁呢个头盔嘅材质咧就系 ABS 胶嚟嘅。咁你表头盔表面咧就有翻唔同形状嘅魔术条，大家先翻你需要印上嚟啦。因为前面呢度呢个金属嘅夜视镜座，咁你除咗摆夜视镜之外咧，都可以摆啲高破损等嘅 cam 上去，咁你有份双面嘅 mount 就 OK 噶。咁呢个头盔咧就冇分 size 嘅，点解咧？最主要系入边有两层 pad， 咁视乎翻你自己头嘅大细咧作出加减啦，睇下你需要搣就几 pad 咁样嘅。跟住头盔两边个 bell 啦，都有 M 型同埋 BTS 嘅 marking， 跟住仲有三格嘅 M 窿窿，就加翻你需要嘅配件上去。假如你话想加啲骨片落去嘅话咧，就可以拣呢个片咧，用快插 M 六骨片啦，又或者我哋自己出嘅传统嘅保罗斯嘅 M 六骨片，呢个三格、五格或者七格咧，可以锁住个窿嘅。假如你话想帮你耳机加翻弯嘅话咧，就可以拣呢个 UED Cable 嘅 Max Kit， 呢个黑色同埋沙色一样，都系锁翻落嘅 M 六窿度。好，咁今日介绍咁多。睇完睇有兴趣嘅话咧，记得上嚟我哋铺度买翻你翻屋企啦，拜拜。攞咩望？拍片啊，最靓啊！